是草黄，吼、哦、会打人的对，一栋买过一栋，啊你无钱，敢会当一栋买过一栋，免搭二千吗？免贷款吗？差到尾啊，讲南港迄间上届价才七千几万嘛咧买呢，啊你有才能去买迄吗？会当买豪宅、大豪宅，一间买过一间，安尼叫做伊的生活遐尼清苦，知影咱大家的艰苦，所以伊过着安尼一瓶矿泉水、一碗卤肉饭的即款艰苦的生活，啊，这毋是咧骗选票，啊，无啥物叫做骗选票。哦，敢是要读个敢遐简单，遐钱遐贵，敢读会起？哦，阿麦讲这伊本身。你想讲啊，咧假先啊，一碗卤肉饭啊，一罐矿泉水啊，无厝人住，结果去锻炼伊啊，讲二十五岁就买伫台北市仁爱路，哎，罗松路，迄阵卖咧贵个个呢？安尼呢？啊，你想讲伊啊，二十五岁啊，买厝吗？有彩条吗？大家嘛知影讲，迄钱伫底来？安尼伊就当借伊啊，个厝住十五栋。安尼有假先无？讲伊无厝人住，住伊个厝，啊，原来已经是伊啊二十五岁买的。仁爱路呢，黄金地带呢，上界贵个呢，仁爱路呢，大路边呢，啊，佮罗松路两站呢，啊，松松路第五十八位要骗到七十八位，啊，佮要继续骗。伊袂先啊，变啊，早就先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迄个两千年甲变啊，再往咧算总统，算到即摆两千块二十年。五度五官啊，讲五官，为了啥？为了啥？为了要趁我因老母的便所的门袂当收你的钱吗？得遐尼辛苦吗？啊，所以呢，卖个骗啦！哦，所以我咧简单做一款的补充，我是感觉讲无必要。哦，啊，总是大家拢总真辛苦。哦，咱做事人上辛苦，咱做工人上辛苦，咱基层咱这老大人上辛苦。哦，咱都唔敢讲安尼假先啊，爱用这款的，哦，就爱做一个好的模范，哦，唔通安尼骗家己嘛唔相信，哦，这款的这款啊欺骗的话，哦，而且啊，我大家做一个报告，谢谢。